CJ Chris Johnson。除了洪凯杰、张东宪、辛特利、强森以及曾祥勋，强森两人的小组配合。掉给远边的洪凯杰，洪凯杰今天三分篮。强军其实中距离投篮的手感也都还不差哦。来看一下强森这一球在弧顶开炮，这球强森踩在弧顶的三分球，机会来表现他们的进攻天赋。强森转身跳投，哇哦！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，哇，这个球转身一个后撤步单脚的，交给强森，强森这个命中三分球的位置。三分是联盟的得分王，但是球队没有办法赢球。对，一分篮，十六投四中，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复出。哇，第一位强森化身了天勾假霸，在防守上面来说，你会给对方的后卫很大的压力。微微投一颗，哇，这个、来看一下强森，你看他做一个运球，还有一个胯下拉回来到三分线，跳投得分。文成，这一个切入。来到了禁区，哇！强森摘下进攻篮板，两分百进，可能也要自己打。最后几秒钟，后撤步单脚后仰跳投，哇！这是强森的空手，中投得分。哦，先看这一刻，哇！空手切直接管一下这球的高度，哇哦！辛特利投一个中距离，强森篮板在三楼打球，再来一个助攻，进攻篮板，漂亮的传球，又像一阵传奇的传球啊！穿过两个人呢，哇哦，这一个侧翼，突然手感了之后，第四节一定是有所帮助的，因为第四节只能用三个人，来看强森，他今天出来接球，在人堆之中找到了强森，拉起球。你看，艾廷往篮上篮筐上面跑，他知道江城的比赛的一个能力。裁判享受了，看一下刚刚这一球，接进来小球跳在空中，还可以把球摆进，比较吃亏一点。强森的罚球，错过了拿球鞋的机会。